致命诱惑，吃你的肉，把你的皮和你的汁。创意动机，新成又大多贱卖或丢弃堆肥，因此本主想借由柚子的加工基础创新其口感与风味。本主创新产品将以全国利用，搭配所学的餐服房桌服务服装北，并使产品可多元利用。创意目的，以新成柚子研发出创新且具商品价值的相关产品及饮品，并用验销技术制作相关加工产品。采用市场分行销分析，了解柚子加工产品及饮品之市场定位及未来行销计划。经由问卷调查，了解消费者与业者对相关产品的接受度及销售意愿。创意特色与特质：垃圾变黄金，使用麻豆在地农特产，将柚子全国利用垃圾变黄金，火焰烹调，结合餐饮服务的火焰烹调技术，创新柚子饮品新口感及风味。包装还原，包装还原对应柚子的原本形态，多元享受，各项产品皆可单项贩售，更可合成一杯柚子饮品。顾客可多元选择与多重享受，健康又新鲜，无添加任何化学添加物，吃到美味并延长新鲜柚子赏味期限。那 Piece One 的分析，使用麻豆在地农特产，含有微量酒精，儿童不宜食用。结合手摇饮的流行趋势，创新产品上市亦被模仿。STP 分析，人口统计面数年满18岁的年轻族群，年轻及尝鲜市场。强调相关产品的创新及独特性，为主要市场定位诉求，策动目标消费者的好奇心及购买欲。产品结合旁桌服务、验烧技术，创造全新的口感。将柚子整体全数利用，加工制成相关产品。以下是我们的产品照片，请参考 PPT 的简报。创意发想与设计过程，创意发想以新从柚子全国利用为目标，结合餐饮服务技术。创意亮点，将柚子全国利用制成天然加工产品。一起创意结果，解决新从柚子滞销及丢弃问题。创意发想与设计过程，以下是我的创意发想与设计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创意研究方法，文献探讨法、实验法、深度访谈法、问卷调查法。主题与课程相关性：餐服、饮条、中餐、观光导论。柚子的介绍、营养价值。柚子的营养价值介绍：柚子从里到外都是宝，拥有丰富的营养。柚子新虫、老虫的区别：新虫果实较大，柚子粗，较无味，常作为加工制品。研究方法：糖制法、旁桌服务、火焰烹调、弗朗北、史诺教育。产品配方表，以下是我们的产品配方表，请参照 PPT 的简报。柚子相关产品之实作，柚子果酱，以下是我们柚子果酱的实作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以下是柚子酸的实作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以下是柚子皮糖的实作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以下是柚子海绵成糖的制作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以下是柚子珍珠的制作过程，请参考简报。业者问卷回馈。珍珠口感大小需要再改进，产品包装方面则是太单调，建议加上背景时 logo 更加丰富。业者问卷、消费者问卷分析，产品尝试意愿，有 78% 的受访者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有 69% 的受访者体验过旁桌电商服务，有 78% 的受访者愿意尝试新的珍珠口味，有 79% 的受访者愿意尝试酒验烧过后的食物。柚子特调饮料，产品满意度、口感、香气、风味，整体各方面有70%以上的受访者喜爱，柚子酱各方面皆有70%到80%以上的受访者喜爱，柚子砖各方面皆有70%到80%的受访者喜爱，柚子皮糖各方面有70%以上的受访者喜爱，柚子珍珠各方面有7%到80%的消费者喜爱，柚子海绵成糖有70%以上的受访者喜爱。消费者问卷分析，有 76% 的人愿意购买相关产品，有 76% 的受访者喜欢本组包装，有 79% 的人喜爱本组的创意，有 77% 的受访者愿意将本组制作的产品推荐给亲友。价格满意度，柚子果酱一罐贩售350元，有 71% 能接受，柚子砖一包10块贩售50元，有 76% 的人接受，柚子海绵成糖一份贩售60元，有 78% 的受访者能接受，柚子珍珠一份贩售30元，有 72% 的受访者能接受，柚子皮糖一份贩售50元，有 70% 的受访者能接受，整杯饮料包含杯套一杯销售110元，有 70% 的受访者能接受。
作品功用，优化新种果实利用率，加入烈酒增添风味，各项产品皆具特色，并有独家产品推出应用融合成饮品，针对年轻尝鲜族群，包装结草创新 Q 版造型为主轴。此我们的 logo 设计概念图，请参考简报。此为造装方式，请参考简报。结论：桌边烹调手法及全国应用融入手摇饮至可行性高，消费者接受度、口感、香气、风味整体方面，消费者业者喜好度7%到8%接近8%以上。受测者购买医院及市场定位，商品在价格、购买医院包装设计、创意度和推荐医院方面受到受测者7%以上支持。目标消费族群如年轻人、尝鲜、天然食材、伴手礼市场。后续建议产品需制定 SOP， 各项产品皆手工制作相关费时，延长保存期限。感谢聆听。